上绣金色的五角星，亮度、针织的摆放以及色泽的均匀，都要求搭配的精细。即便是一颗小五角星，一个人单独绣的话，至少要10天。红旗呈现给我们心里的烙印，就是非常非常的深，能够代表我们的心声，能够代表我们想对祖国，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话。 湖南省文联今天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书画摄影展，黄铁山、何满宗等知名书画家创作参展。82岁的朋友辛老人是画展上最年长的创作者，他带来了三幅民间艺术剪纸画。这幅名为《和谐中华》的剪纸，融入了浏阳烟花和湖南花鼓戏等湖湘元素。 今天上午，人民网、新华网等30多家全国知名网络媒体的负责人和民生栏目主编齐聚长沙，召开首届全国网络与民生座谈会，就搭建网络民意直通车进行经验交流，倡议主流网络媒体要真正做到倾听民生、关注民生、反映民情、汇聚民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今年前8个月，全省煤矿瓦斯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18.2% 和 36.9%。 副省长陈兆雄要求，凡存在重大瓦斯隐患或治理措施不配套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核准。达不到瓦斯抽采标准的，不予通过验收。要从源头上防范瓦斯事故。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理事长张宝明副理事长季明波出席。来自美国、伊朗等2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今天在长沙参加第4届国际瓜类作物学术大会。 2008年湖南瓜类作物种植占蔬菜播种面积的34.9%。副省长徐明华希望以本次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湖南农业基地及产业带建设力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武警湖南总队连日来开展全方位的军事训练比武，在射击比武场，官兵们不再是简单的具枪禁止射击，而是对移动目标靶进行不同部位的精确射击。 通过对军事理论、情敌技术、400米障碍和5公里越野等7个科目的角逐，武警湖南总队今天通令嘉奖获得比赛前5名的单位和个人。总队长王小荣、政委赵福栋颁奖。从8月24号开始，湖南省质监局出动执法人员近3000人次开展抽查中秋月饼市场。最新的抽查结果表明，今年湖南市场月饼质量合格率较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其中长沙月饼质量抽查合格率达98%。 全省第2届盆景赏石展览会今天在岳阳开展，上百件盆景赏石佳品依次排放在9曲和悦选的展厅之中，吸引众多盆景爱好者前往切磋技艺。郴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今天通过审查，到2020年，郴州市核心城区土地面积由现在的50平方公里增加到100平方公里，核心区城市人口由50万增加到100万，其目标是要把郴州建设成为湘粤赣省际区域中心城市。 20号上午，湖南援建的千秋中学在四川德阳举行落成典礼。由湖南卫视艺术玩家发起、近百位湖南书画家和企业家爱心捐建的艺术玩家图书馆也正式投入使用。图书馆的建筑面积1110平米，一次能够容纳200多名学生同时阅读。 海螺集团石门海螺水利公司2期项目今天开工建设，项目包括日产4500吨新型干筏水泥生产线及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总投资4.3亿元。投产后将新增利税4000万元，可解决1000多人就业。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审理原湖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傅国梁涉嫌受贿一案。傅国梁的儿子傅业、妻子熊卫琼因涉嫌共同受贿，也同上被告席。益阳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傅国梁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儿子、妻子等人收受财物1095万元。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明天见。 新闻热线由京格旅行财特约播出，一路创新，一路领先，事业改变生活，创新改变世界，京格旅行财，品质加品牌。 21岁，他在红色的烟雨中崭露头角，朱德称他是青年战术家。
31岁，他在苏中水网亮出惊鸿的抗日之剑。毛泽东在延安预言，他是未来统帅40-50万大军的战神。2年后，粟裕苏中7战7捷。3年后，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74师。第4年，立下淮海战役第一功。抚摸壮阔的岁月，不朽的战神留下了一堆旧黄的地图。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开国匠心，光耀长空。珀莱雅海洋水动力富含深海活性分子，深层补水，活水再锁水，形成肌肤水循环。珀莱雅深层补水专家，珀莱雅。自然之水，天养牧草，天地精华，成就3.3克优质乳蛋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森马召集敢秀的个性潮人，上传你的无敌街拍，有机会登上潮人杂志封面。快到森马活动网站，潮人偶像就是你。嘿，没戏了吧？来点带劲的。馋嘴猴豆干，丰富大豆蛋白，筋道美味，真带劲。馋嘴猴豆干，香甜爽，好吃的槟榔，口味王槟榔，由能士宝手电筒为我们照亮，这就是一种幸福。能士宝手电筒照亮你我。这是自然的生态，也是我们的草原，中国绿色生态草原。我们生长的天与地，也是你的自然醇。烧贝壳，小小个，烧贝壳，金黄色，烧贝壳美味又独特，蛋糕就吃烧贝壳。三惠来风，健康小家，强大国家，伊利恭祝新中国60华诞。新升级力士柔亮系列，深入渗透滋养，闪亮秀发，由内而外，真的很美。现在女人们都能拥有它了。力士光芒尽绽放，999感冒灵，暖暖的，很贴心。惹火性感猫人。瑞奇 M1 天生独特，自然精彩。Rich， 再度归来，龙凤争霸，内核全面升级，挑战擂主，谁是草根唱将？挑麦终端，0731-8758-8123，网络报名请登录精英网，3w.湖南TV.com。全国前卫 Touch World 挑麦专属通道即日开通，创维酷开 TV 挑战麦克风第3季，祖国华诞，歌声飞扬。创维酷开 TV， 再加 K 歌的电视 Skyworth， 每周5晚7:35。那么再加上呢，这个高铁还有设备折。